時事中文呢個咩字？同大家介紹一下。傳傳傳咩先？傳道個傳。傳道係啦。今日同我講道理係咪啊？差唔多，因為我想講係曾德成。係係啦，因為佢前幾日咪同啲即係講到佢自己細個啊。被人找回來，曾經他參加過一些、即反殖運動，反殖民地運動，然後被人反殖，然後就被人拘捕了，判了的，坐了兩年。那些學生問他，即黃之鋒你問他，那你都坐過了，還叫我不要佔中，當時你都為了你，然後我覺得這個曾德成在這次就答得不太好，他說自己沒有罪。是啊，其實我覺得不好的地方就是什麼呢？其實當時的法官判定了你有罪，根據當時的法律你是有罪嘛。現在學民思潮他們做的事佔中可能就是根據當時即香港這個時候的法律，你是反映某些法律的，或者公民提名都是反映某些基本法的東西的，即觸犯了即抵觸了護身抵觸的東西，那才不行得通的嘛。這個時候你入赤柱啊！你入赤柱問啲犯啊，個個都話自己冇罪。咁邊個話先？我抵死，我要坐。咁梗係話自己。係、啊，我就係覺得佢不甘心㗎啦。我就覺得佢過唔到呢一關啦。佢應該藉住呢個機會咧，大力咁樣向學界宣傳咧，就係、是、我當年坐兩年，虛度咗我青春，感受咗人間。諗起上嚟，我都有啲後悔。係感受咗人間最低落嘅時候。仲形成咗影響咗往後嘅發展，即係你應該不斷去同啲學生反殖民地都可以有好多方法嘅，可以用一啲理性啲嘅方法。我當年就係唔夠理性，就結果虛度咗我兩年。係啦，咁啊，所以同學仔，我勸你哋都係回頭是岸咁樣係嘛？咁樣先，即係你呢、這個先合乎邏輯啊，因為有冇罪？第一，而家個前提就係我哋唔係討論到底你嗰、那個你有冇罪啊嘛？你有冇罪？你個同埋你個法律本身係咩嘛？我唔討論呢噶嘛。而家我純粹討論就係你係觸犯法例嘛。咁當時你係觸犯咗法例嘛？咁調翻轉嚟講啊，黃之鋒我同你講，佔中何罪之有啊？係咪先？咁人一定覺得佢冇罪㗎。即係你拉咗我之後，我冇罪，一樣啫嘛。即係你邏輯同埋演說技巧，我覺得就唔係咁好啦。不過真係要高官豁出去，其實係一件好難嘅事嚟㗎。